大家好，各位朋友，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二零一九年第一期的阿姨简报。感谢大家，感谢各位朋友能够一直以来把我们这么艰深的内容一直听下来，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在这里向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也向刘宗俊老师说一声新年快乐。 好，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国父的德行。我们学习历史，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感受，就是历史上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人物，啥啥分不清楚。比如，你知道常凯申和蒋介石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吗？或者，我再问一个问题：人民主权和军权神授，他们是一种东西吗？你肯定说。 肯定不是一种东西啊！不但不是一种东西，还会相互打架，势不两立。那我想告诉你，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人。我们都知道，朝鲜与中国一百年前是一家，西藏与中国一千年都不是一家，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历史常识，一点错都没有，对不对？可是到了一百年以后的今天。 这个历史就完全颠倒过来了，正好相反。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我如实的做一个民意调查，那肯定是一片混乱，不可能有什么共识的。其实现有的历史资讯一点都不混乱。如果你想利用现有的历史资源来找出正确的答案，是一点都不难的。只要你智商正常，心地纯正。 正确的答案是一目了然、不容置疑的。好，我要接着上次的内容来继续讲完。我要再次强调一下上次我们讲到的历史主权的三个要点：第一，就是什么是主权，就是关于主权者他的文化概念、政治概念和历史概念混淆的问题；第二个要点就是主权的边界问题。 划清主权的边界是主权者的必修课。第三个要点就是小主权与多元主权的认知图景，大主权等于没有主权，它是一种历史的幻想。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我接着说主权定义的问题。让我们来展开讲东西方国家主权历史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 这个军权神授为什么和人民主权它是一家的？我们要接着说这个文化物种入侵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很多历史概念的误会是因为翻译的问题所造成的。那么英文呢？它一旦翻译成外国的语言，就会发生偏差。比如说“天赋人权”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使用的非常多的一个概念。这个名词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欧洲宗教背景的历史环境，也就是说，这个词它默认它的听众都是有宗教信仰的、有经的人。欧洲中世纪的人，他们没有见过这世界上还有。 不信宗教的人群，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世界上还有不信宗教的这种人群，所以人权自然就是指所有的人。这样的话，当然就是人人都有人权。这个推理在西方特定的宗教背景下它是成立的，但是扩展到东亚以后呢，就出现了一些没有宗教经典的东方人，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新的问题，从来没有遇见过，所以就将错就错。 也没有办法纠正这个文化土壤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物种航海的灾难，跟我所说的这种文化入侵的情况也是很类似的。这种欧洲启蒙主义的有限主权传到了东方，就像可怕的文化物种入侵一样，天敌的先决条件就改变了。欧洲的军权神兽与中国的汉武帝的军权神兽是不一样的。 欧洲的君权是神权大，君权小，君权是神权统治下的有限的王权，没有任何人、任何国王他有绝对的主权。但是文艺复兴以后，当国王是很不开心的，因为王权这种东西是一种事实上已经掌握，但是在理论上并不合法的权利。 早晚国王会找一批知识分子来，让他们发明一种合法的理论。在历史上，历来知识分子他们的作用就是干这个的，像董仲舒之类的人。回到欧洲的原始情况，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国家主权的实施是在英国。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他大胆地进行了宗教改革。 改革以后，英国的国教不再受教皇的统治，英国国王他夺取了人间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后来，在英国的国会第一次宣称议会主权。英国在宗教改革时期通过了《至高法案》，就是亨利八世把大量的教会的财产没收为国有，设立了英格兰国教。 以国王为最高首脑，这种行为是一种背叛上帝的行为，相当于楚国国王自称是周天子，是一种大逆不道的叛逆行为。然后，这种越权的行为在欧洲呢就开始普遍的实行，后来影响到法国，法国后来又影响英国，才形成了现代的民族国家。但是，这是不是说？ 英国只要有造反精神，他们就可以靠造反来创造一个新的国家呢？显然是不可以的。造反精神是不能够让英国成为主权国家的。英国人之所以如此大胆，是因为他们是有自己的法理依据的，因为英国有自己的普通法来与欧洲大陆的教会体系分庭抗礼。 也就是说，英国自身的普通法历史，它的古老程度可以与欧洲的神权一样古老。如果英国没有这个自然法的资格，英国造反也是没有用的。英国人说，自使徒教会以来，我们就有自己古老的法律，也是最早来源于罗马教会和天主教会一样正统，我们没有中断过。 而英格兰权力的正统性，它的来源，第一是来源于罗马的至高权力，第二是英格兰他们自身的日耳曼民族自古以来的习惯法。我们英国和欧洲的外来的罗马教廷不分上下，因此英国人保守自己的自然法传统。那么在欧洲呢，法国和西班牙。 都是欧洲大陆的天主教的体系，他们拥护的是基督教会的普世主义传统，但是并不支持日耳曼人或者是萨克森人他们的习惯法。而英国的习惯法，它同时符合这两种条件，既尊重基督教会的原则，又尊重日耳曼人的习惯法。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法的上缘和下缘之说。 上元就是来自于上帝的神圣法律，上帝通过启示把这种规则交给基督徒，因此他毫无疑问的是普世的真理。一切法源归根到底都是来自上帝的神意本身。另一种原则是合法权力的下元之说，它是来自于民众的自发选择。 就是民众通过他的风俗习惯，间接地体现了神意，因此一切权力归根结底来自于人民，这就是权力的下元。说。这个下元，说就是所谓的人民神天赋人权的来源，所以天赋人权它的来源就是人民神，其实最终也是来源于上帝。所以君权神授，它和人民主权。 彼此之间并不相悖。好，回到我们开始的论题，主权必须是继承下来的，不可能凭空创造出来一个主权。到此为止，我们就回答了开始的问题：什么是主权者？你是不是一个主权者？现在就很清楚了。好，现在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如果你看了第一集，你就会知道，在欧洲的中世纪，贵族及有产者。 他们才是提供保护责任的人，所以只有贵族及有产者，他们才是主权者。后来我们看到的大众民主，它也是从上层的贵族的特权扩展到全社会，不是下层的平民和无产阶级他们自己独立创造出来的。 我们都了解，十九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兴起，工人运动的左派道路就是要放弃参政权，用暴力来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统治权。但是这条道路，我们都知道，到后来是走不通的。最后呢，我们都知道，一战以后，巴黎公社的道路就失败了，走不下去了。而大众民主，它就是无产阶级不断的斗争。 争取议会道路，争取选票的道路，就一直走到了现在。所以，我们看到主权者这个概念，它仍然是从中世纪古老的议会扩展到大众民主共和国，从上院扩展到下院这样一个路径。也就是说，大众民主它继承的仍然是古老议会的传统。 而古老的贵族的议会，他们遵守的也还是君权神授的传统。君权是贵族政治的一部分。欧洲的君主国王，也就是一个特殊的大贵族，王权是有限的王权，他必须服从君权神授的法则。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后贵族才能够斗得过王权。 因此，我们可以说，全民民主的共和国与君权神授的自然法体系是一脉相承的，不可分割的。所以，民主共和国的世界秩序就是一系列起源于君权神授古老法则的一个巨大的丛林，也可以说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种不同的描述形式。敌对的背后所掩盖的仍然是同一种东西，虽然。 军权神授和人民主权，表面上体现为对立斗争的关系，但是在他表面的背后，仍然体现的是历史演变的树根与果实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儿子打老子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我们见得很多了，没什么奇怪的。毫无疑问，有产者团体来垄断政权。 提供保护责任的有产者，对于受保护责任的无产者是天经地义的，是排斥的。所以，更正确的说，就是纳税人团体对于实税人团体的排斥。生产者对于消费者是排斥的，也就是说，出钱的人掌握政权，花钱的人你，你你滚一边儿去。 我给你提供保护是可以的，但是政治权利是没有你的份儿的。出钱的人包括地主和资本家，花钱的人包括国王、贵族和无产阶级。我们都知道，法国的三级会议，最上层是贵族和教士，中间呢是一般的有产者，下层呢是无产者和农民。那么，贵族呢是花钱的人，他自己既不生产，也不劳动。 为什么可以在议会的上层呢？这就是因为贵族，他一方面是继承了祖先的特权，而祖先的特权本身呢就具有正统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呢，贵族包括国王，他们都是带兵打仗的军队职业的军人，于是他们等于是用血来纳税。可是呢，这个贵族特权的地位到一战以后就不灵了，就被资产阶级打败了。 一战以后，大众民主时代席卷了欧洲，社会的最上层和社会的最下层都要滚到一边去，只有负责生产和创造财富的资产阶级是掌握政权的正常的群体，当然还包括比工人阶级更穷的社会流氓和其他的什么流氓无产者之类的，这明显就是一个古老的贵族德行衰减的过程。 好，说到这个地步，我们就明白了一个原则：主权者他存在一个毫无质疑的边界，这个边界就是财产和武力。有武力和财产的人就是有德行的人，可以作为保护者。如果这个前提的门槛不存在，不具备这个条件，你就不是主权者。就像雅典的居民当中，其实我们知道，在雅典的民主时代。 公民占全体居民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欧洲中世纪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所以说，国家与民族在中世纪或者在大清以前，它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半数人都是生活在不属于自己国家的国家里。如果你去问土耳其和苏丹的统治下的臣民，他们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说。 我们是苏丹统治下的穆斯林，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国家或者叫做民族。这种状况也没什么问题，大家一直这样相安无事的生活，很正常的。在古老的欧洲君权神授的时代，这个国民的边界虽然确实存在，也能够有效地行使，也能够得到社会成员的尊重。 他们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家乡的土地上，把只有部分主权者的事实国家的边界划分清楚。为什么呢？第一，因为没有必要划分清楚；第二，也不可能划分清楚。原因就是边界太复杂了，任何人想要说清楚主权的边界，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好。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主权者他还不是国家。主权者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一个国王，一个贵族，一个教团，一个大学，一个公司，甚至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小业主，你都是主权者，但是他们都还不是国家。那么他们在打交道的时候就会非常的麻烦。 麻烦到一个程度，谁都搞不清楚我上面的最高的保护人是谁。就像你随便拿出一项物业，它最终的所有权是归谁的，又有多少个所有者，这些都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当时阿姨说，中世纪的产权实际上都是小产权。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非常的惊奇，也非常的不理解。 所以我们看到欧洲，它有一个庞大的司法集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只要你做一个生意，你就会产生无数的纠纷，没完没了的官司，搞得人焦头烂额。那么怎么办呢？最好的变通办法就是我们的当事人他们就地签订契约。此时此地，两个当事人之间签订一个契约，完成交易和产权的变更。 至于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什么狗屁裙带的司法责任主体，通通都不管他，通通的都不要管他，把无数的司法债权人都搁置起来，天高皇帝远，那就对不起了。可是这样一来呢，矛盾就会越积累越大，最后呢，只好打一仗，打一场战争，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这样就节省了成本。这种复杂的东西。 他们搞不清楚，我更搞不清楚，所以，我曾经一度试图要搞清楚欧洲王室的联姻的关系，最后我还是放弃了，因为这太复杂了。后面的事情我们下回分解。那么，这些大大小小的主权，他们的核心权力是非常强大的。一直到一战以前，国家成员和国家的领土的边界都是模糊不清的，重重叠叠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在漫长的中世纪到近代，他们就不想把自己的主权变成边界清楚的国家吗？原因还是这两条：第一，他们做不到；第二，也没有这个必要。做不到是因为法律关系太过于复杂；没有必要呢，是因为主权者只是少数公民的事情，大多数的人他们只是居民。 我们自愿或者自然地向国王或者我的领主来宣誓效忠，而我的领主在宣誓向国王效忠。这样的话，统治的责任就不是我的事情，只是国王一个人行使对国家的统治权就可以了。就像包办婚姻一样，全体的居民或者全体公民，他们都是把统治权力通过君权神授的方式，把它赋予给国王。 把它交给国王，然后由国王来负责统治这个国家。我们都是国王的臣民，我们不需要考虑自己行使统治权的责任。这样呢，国家的政治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可是后来，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资产阶级他们就开始不吃这一套。资产阶级说：“我们要自己统治。” 自己，他们就把国王给解雇了。国王的历史使命就不再需要由国王来承担了，而要由全体国民来承担。这样一下子就不得了了。全体政治参与的下场就是，就是全民总体战一发不可收拾。全民总体战不仅仅是对外的战争，也是对内的战争，就是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他对内。 几乎是全体国民都是敌人。这后来的历史我们就非常熟悉了。法国大革命血性的屠杀是历史必然的程序，是非常必要的。否则的话，就不会有法兰西的民族国家。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说到这儿呢，你可能会问：法国大革命能不能不打？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的内战能不能不打？答案是不能。 既然你做了一回主权者，那么我们前面说了，主权就是给社会提供保护责任的人，就是你要行使你的主权，你就要担负起统治这个共同体的责任，也就是对外要打仗，对内要组织议会、参加选举，就像雅典的公民一样。主权者他的关键还是在于财产和武力。 也就是说，政治习惯是非常关键的。一方面，你要有财产，你要纳税，要能够支持我们的议会；另一方面呢，你还要像《荷马史诗》那样，懂得怎样开会、怎样选举、怎样通过议会中的讨论来处理国家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华盛顿将军他曾经说过：“We the people。” 你以为他说的是包括黑人和印第安人，还有本地的流氓无产者在内的全体居民吗？当然不是。华盛顿曾经多次解释过什么是 We the People。People 就是我们绅士。一般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跟我们华盛顿将军这个地主一样。华盛顿将军，我们这样一群人是大地主，都是有产者，大地主自己有土地。 哪一天在议会里面跟别人闹翻了以后，动不动就可以随时翻脸说：“老子不干了，老子回家种地去，你们自己玩吧，我退出。”然后呢？这样的话，华盛顿将军他就可以坐在那里等别人来求他：“求求你，华盛顿将军，求你留下来，再陪我们再玩一个回合吧。”只有这种人，自己家里有产业的人，才有政治德行。 因为他们是不靠政治为生的，他们不需要做到总统，这种人才有政治德行。We the people，就是有产业的白人殖民者。印第安人一般来说是没有钱的，他们也不懂得怎样开议会，所以不在其中。白人当中的穷人和打工的无产者也不在其中。如果你想取得政治权利，那么你要先，你要赚够了钱。 能够购买土地，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然后你才可以参加议会。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封建王国，他们都是臣民向国王效忠，这样才叫做国家。现在也一样，公民必须得对国家效忠，才能叫做民族国家。现在国家效忠的对象就是全体国民，然后你还得行使主权，然后你还得负责对国家进行统治。 为什么美国人他们不把选票当一回事儿？投不投票都没有关系，反正选谁上去都一样。他们一定不知道，有些没有见过选票的国家，有多么的梦想能够得到一张选票。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你不可能只要选票的收益，而不想付出纳税的代价。 而纳税的代价不只是出钱那么简单，你必须参加选举，必须承担政治责任。这个承担政治责任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所以，西方的政治家，他们并不是社会上让人非常羡慕的职业，他们只是被大家选出来挨骂而已。公民权就是行使统治权这样一个现代国家的标准。 它相当于你妈妈要求你必须考入清华北大一样，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一或者是万分之一。对于东亚的列宁党来说，历史的选择就是人民的选择，也是没有错的。如果你非要说我就是不认可你强加给我的所谓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选择，那么怎么办呢？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必须要继续的划清国家的边界。 等于说是要继续打仗，所以人民为了不打仗，最后都只好放弃了。放弃之后的历史就这样发生了，它成了既成事实。我不想说这个放弃之后的历史，我只想说，如果你不放弃，你坚持要捍卫自己主权者的这个国家的权利，那么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得赢得全体国民对国家的效忠。好。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让国民对国家达到效忠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努力缩小国家的边界，而且越小越好。国家越小，小到像日本、瑞士或者比利时这样，它的国民对国家的效忠程度就会越高。这就是我的题目所说的意思。国父的德行就是主权者，他的春宫和头颅是不能够同时存在的。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为什么他得不到自己国家国民对他的效忠和支持？欧洲也是一样。如果按照大中华的逻辑，德国就应该与捷克和波兰合并，法国就应该囊括所有的拉丁地区。 一开始他们也是舍不得放弃这么大应该属于我们的国家的土地，就像大清一样。但是最后他们打来打去，不得不放弃，最后都选择了小型的民族国家的道路。这就是因为小而美，大而亡，这是历史的神秘法则，无人能够违抗。违抗这个历史法则的下场，就是像大中华一样。 毛泽东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就叫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文革的亲历者，包括我，都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要不然就是他的脑子不清楚，要不然就是他太坏了。结果都不是，只有毛泽东才是历史的优等生。一个社会，它不可能没有不同的阶级而能够自我维持，所以仅仅。 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你如果是在东欧建立一个比较纯粹的民族共同体，不经过一场长期的大屠杀是根本办不到的。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巴尔干国家这种整整齐齐的边界和单纯的民族化，他们都是经过长期流血冲突的结果。而且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仁慈的统治者他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而最残忍的统治者，比如说斯大林，斯大林的贡献就是人为的划定国家的边界，把波兰人赶到西边，用这种办法制造了一个纯粹的波兰国家和一个纯粹的乌克兰国家。我想，如果没有斯大林在二战以后搞的这种做法， 波兰人能不能够反对苏联取得成功，是一件很成问题的事情。假定波兰仍然像过去波兰和立陶宛王国那样，全国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可以称得上地地道道的波兰贵族，很多的农民是信奉天主教的乌克兰人，很希望俄罗斯人来打倒波兰的贵族。 城市里面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或者是德国人。那么，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哪怕它有中古时期留下来的封建自由的遗产，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跟足以能够跟俄罗斯抗衡的民族国家，都是很难说的事情。中国近代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建立满洲国的那些遗老遗少。 他们忠于中华民国吗？当然不是的。中华民国是大清的敌人，他们忠于的是大清的皇帝。那么蒋介石，他对于陕北的农民会讲道义吗？为什么要跟你讲道义呢？你本来就是要推翻中华民国的。什么人对什么人可以讲道义呢？蒋介石和陕北的红军可以讲道义吗？ 我们如果是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我会对你讲道义；如果我们根本就是敌对的、不同共同体的成员，我为什么要对你讲道义呢？法兰西人如果杀了法兰西人，那是犯了谋杀罪；如果他杀了法国的德国人，那是战争的一部分。 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做了德国公民的法国人，那么我就应该跟德国的无产阶级一起去杀法国的资本家。法国的无产阶级杀害法国的资本家，这不是犯法，这是战争行为的一部分。这不是不讲道义，我打你，因为你是属于敌对阶级的成员。在这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搞不清楚。 他们总是利用不同的概念来考虑不同共同体的问题。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这句话翻译成政治的语言，第一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划清共同体的边界。所以，列宁党就应该有一个列宁党的民族。如果周恩来杀了刘少奇，那是犯罪，可以在他们内部进行平反或者上访。如果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 杀了黑五类分子，那是战争的一部分。谁让你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呢？你以为你是敌人当中的有功之臣，其实你不是，你只是阶级敌人。这一点都没有搞错。如果你还要上访向组织来申冤，如果你还要为此事来上访向组织去申冤，这一点都不值得同情。只要共同体的本身边界没有弄清楚。 模糊边界的概念是没有好处的，模糊概念只会造成一些统战对象式的上当受骗者。你以为我把自己的企业全都捐出来给你们了，你何至于此来杀我呢？ 你不知道，你明明是阶级敌人，还冒充自己人混进革命队伍，那比战场上的敌人还可恶。所以，国民党的投降将领是不一定会杀的，但是像你这样的革命功臣和老干部，不杀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不要忘记，这是战争权力的问题。阿姨对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什么是国家主权？国家主权就是排他性杀人权。 是阶级战争的一部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很野蛮，那么很好，我再问你一句：芬兰的白卫军杀本国的工人纠察队的时候，他们曾经手软了吗？在维也纳的街头，基督教社会党人杀社会民主党人和纳粹党人的时候，他们曾经手软了吗？社会民主党的枪手在柏林杀斯巴达克团的时候，他们曾经手软了吗？ 他们没有，他们也不能手软。如果他们一旦手软，将来他们就不会有自己的共同体，就不会有自己的国家。所以，请记住阿姨的这句话：国家的主权就是阶级战争的一部分，国家的权力就是排他性的杀人权。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